再接着讲是他相换法发起了殊胜的菩提心之后所做的一切，都是想着利益一切众生而做。只要你不忘失菩提心的话，你做任何事情都是行持菩提心的啊，那个性质就不会发生变化。一忘失的话，那就马上所做的一切事情就跟成佛没有关系了啊。所以说这个忘失菩提心呢，修诸善法是名磨业啊，说得很清楚啊。因为有了这种我爱执，使尚未升起的菩提心不再升起，已升起的菩提心无法安住，无法增长。不安住就是说升起来的菩提心就会退失啊，会打湿掉，叫无法安住。如何才能断除这种我爱执呢？修习清净的利他行呢，就要面对现实中的友情啊，面对现实中的跟有缘的任何一个众生，做一切能够利益对方的事，以切身实践来长养慈悲，强化利他之心。你忘记了利我呢，也就不会给自身带来任何的痛苦啊，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的这个所谓的坏苦也好，苦苦也好，行苦也好，都没有了。因为你没有为自己做了，那当然自身就不会遭受这三苦了啊，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呢，为自己的话就会带来相应的行苦啊，还有坏苦，甚至苦苦啊，这是必然的啊。那么我们利他呢，也不是说给众生带来快苦啊，不是为了给众生带来坏苦而去利他。我们利益众生是让众生得到解脱而利他啊，为众生的解脱。因为你有菩提心的时候，你利他肯定是给众生带来这个解脱生死的这种利他啊。如果你没有菩提心的话，你利他肯定也是给众生带来坏苦，就是利他了。事实上你给他带来的是苦，那这种苦呢叫坏苦。那我们总认为坏苦就是利他，那让众生得到坏苦啊，我们认为是利他。其实呢，这不是利他，这是让他接受坏苦和行苦。所以说呢，这个都不是真正的利他。真正的利他是让众生脱离一切三苦，这个才是利他。那脱离三苦的话，必须要解脱轮回啊，乃至帮助众生成佛啊，这样的话才是真正发菩提心的。那当然，这首先是要让众生脱离三苦了，然后再让众生开大智慧，然后让众生也去行菩萨道，跟我们一样去利益其他的有缘众生，让他们成就佛果啊，这样的利他才是真正的究竟圆满的利他啊，真实的利他。那么呢，其他的那个给众生带来三苦的利他呢，那个是世间的所谓的利益啊，那个都是轮回的过患呢。你给众生带来轮回的过患呢，你不是利他呀。凡夫还执着着利他啊，以为这样是利他，这是本质上的区别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你利他的时候，你是不是忘失了菩提心？康龙巴云：与我等舍弃友情所以友情亦于我等，如是作矣。大德这康龙巴说呀，因为我们无始以来一直都在舍弃友情，所以呢友情对我们也是这样啊，众生也是舍弃我们。那我们苦苦的时候，众生也不愿意帮助我们，是吧？我们有坏苦的时候呢，也没有这个大德来帮助我们啊，告诉我们这是坏苦。我们行苦的牵引当中呢，也没有大德告诉我们这是外道，这不能解脱我们没有福报，就是这样。所谓的没福报，就是你不帮助别人，在你有困难的时候，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没有人帮你。其实我们的财富呢，其实都是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才得来的你这过去的无量劫的奉献与其他人，那么你自然就会有福报了你得不光要有慈悲心，还得有能力你能真实的帮助到众生那么呢你这个福报就大了。有些人常常抱怨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得不到他人的帮助，其实我们不妨反观一下自己，对别人做了多少，给予了多少帮助啊！你给这个社会是吧做了多少贡献啊？啊，你说你这个福报是吧，是不是损的差不多了？大乘根本立以为立，大乘之术入以为入，一切归于此啊！你说你是不是大乘的修行人呢？这根本建立起来了没有啊？有些人不要说建立了，连懂都不懂啊，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菩提心，然后他天天说他在度众生啊，行菩萨道啊，都不懂。我们是否已经成为大乘佛子了呢？这一切都是以菩提心的有无而决定的。如果发起菩提心，那就是大乘行者，反之则不然。说得非常的清楚。因为没有按次第修的人呢，他是肯定是自以为是的以为自己有菩提心的，事实上呢，没有。这种人是挺多的。代表一个足球爱好者，球迷，他看着别人踢很疯狂，他以为他自己也会踢球其实他就是会看而已，他根本就不会踢，是吧？他上去踢一脚就把指甲盖给踢掉了这个世间人都是这样的他看到了他就以为自己会了，其实都不会就是说很多人都是这样，他写毛笔字样的，你看了写的挺好的，你觉得挺好，叫你自己写，你可能写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都写不出来会看一点就是就是哪怕你过去就是个大书法家，这辈子来了以后你可能欣赏是会的，叫你写你还得从头开始练一样的，修行也是这样的就是你过去是有修行，但是这辈子来你要是不好好开始修你又忘掉了就是会这样的，会退的。所以说我们要修的一鼓作气修成就了，那就好办了。至少挣到一个出国至少这辈子最低最低要挣一个出国，然后把菩提心尽量的修好。那么呢，再转世过来你不会退的你就是暂时忘记了，很快就能接上从小就想出家。是啊，我们道场里，你现在想出家的人年龄越来越小了。今天有个还不到3岁的人说要出家妈妈跟他说，他说我先出家你后出家，那孩子就说我先你后来。确实他有这样的人这3岁都不到，2岁半见了我就磕大头但老妈都没教，他妈还不会磕头，他先磕了。也有这样的人，是吧？也有这样的孩子，你看这样人家有善，可能有这个善根那见到我呢，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他知道合掌，知道磕头，最起码知道合掌点头，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上辈子就是我的弟子，也有可能所以说有善根呢，就是说人家自古英雄是吧，出少年的，这个自古大德也是这样，也是出少年你这是能大德的话，肯定从小就能看出来一点的当然了，这个年代能出家的人都是不错的，其实能够这个年代能真心出家的，我觉得都是再来人了只要遇到善知识的话，都能够成就。没遇到善知识的就没办法了。在我们汉地跟藏地真的不一样，汉地就是说要发心出家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善知识少然后那个整个社会风气又是这样子，所以能来出家的人真是都要有很大的善根。在藏地就不一定了，藏地那小孩子出家就跟读书一样简单很容易的。家族都支持供养，于一切时中观察此心如何升起这个很重要，是一切时中你看26时中就是一天24个小时，时时的观察此心如何升起，没有升起的时候，要怎么样让这个菩提心升起来啊？还是保持不忘失，如何将内心对众生的慈悲引导出来？这是道次第所说的观察修啊。有一些视频还是挺好的。对，我今天看了一个视频，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修慈悲心，特别是修平等心。视频是那个动物的啊，那个动物啊，他们之间是就像有人性一样啊。这是动物的啊，这是很多动物他们互相的那种保护的。两个羊要被杀的时候，那个小羊啊就把那个刀藏起来。还有一个是那个狗，有一条小狗受伤了，然后另外一个狗呢就这守着呢，去向人类求救。还有一个这个斗牛士，然后他斗牛的时候他不舒服了，他就坐那个墙角，那个被他斗的牛来看他，来在边上好像在替他担心的那个样子。那个牛走近他，然后那个下面写了一句：到底谁是畜生啊？因为他的那个剑呢刺那个牛了，刺了好几剑了。那个牛不仅没有生气啊，他看着他不舒服，还来好像过来安慰他一样。就是在说明这个动物啊，就是很有情感。就是说还有一个什么那个海豚吧，小海豚死了，然后他就是把那个驮的小海豚的尸体啦到处在游。有一只狗啊，它主人死了，跟了它17年啊。然后那个这个主人死了以后，它就围着它那个坟墓啊转了2圈，然后就跳河自杀了。这个狗啊，你看跟它主人一块走了，你看主人死了它也不活了，这样的狗都有。这动物呢，它本身呢，就是说也有这种佛性啊。就从这个角度看，就一切生命真的有佛性。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去修平等心啊，修慈悲心啊，都可以的。若生者善，若其未生，莫如是住。一指是彼之善知识，以如是修心之伴，常为共住。就是如果菩提心已经升起，固然是很好了，应该继续安住就是要尽量的保持在对众生的慈悲和善行中。如果菩提心尚未升起，就不要安住在现有的心行中了就是你这个妄识菩提心呢，或者没有升起来，你就不能安住了，你不能坐那里安住那安住你就是不在菩提道中离成佛越来越远就是可能养成更多的这种外道的习气或者小乘的习气。没有菩提心的时候，你打坐都是在滋长外道和小乘的习气。同样是打坐，坐那里不动是吧？这不一样的。这个你看我们大乘佛教的禅修是什么？叫三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有菩提心在里面，就叫三昧。那个菩萨入无量三昧，是吧？无量三昧是由于菩提度化众生的这个方式展现出来的形式不一样菩提心是核心，但是展现出来的这个形式上是有差别的所以说有无量三昧菩萨这就是根据不同的愿力展现出来的。但是菩提心是核心，愿力肯定有差异了，所以说展现出来的三摩地也是有差异。如果你这菩提心没有升起来，就不要安住了你不要坐那里好像在打坐，其实在滋长外道的习气或者小乘的习气这就很可怕的。这个是你以为自己在用功事实上在所以说要好好的巩固，好好的串习菩提心。如果菩提心尚未升起呢，就是要依止能为我们开显菩提心教法的善知识要依止善知识以及依菩提心的教法修习的道友。因为他有菩提心的这个正在修习菩提心的道友，你要亲近他，时常和他们共住共修，以此策立自己啊，对于出发心的行者来说，善知识和善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能够营造如法的修习环境，有助于菩提心的升起和巩固。啊，这里特别是强调这个出发心的人，出发菩提心的人，出发菩提心的人呢，他是很容易忘事的，非常容易忘事啊。就是正在讲的时候，可能有一点，那、不讲马上就忘记了啊，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我执我爱的习气太重。是吧？就是解脱也是为自己啊，他这种小乘的习气啊，出发心的人呢，一定要依止善知识和善友啊，这个太重要了啊！这个一定要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就像小孩子读书一样的，你离开了这个老师和同学，你这个小孩子没有办法教的啊，那父母教不了的，他根本就不听话的。这个业力太强大了，你看那个父母想教孩子很难教。哎，但是把他放到那个环境下，跟同学们、跟上老师在一起，哎，他就听话了，嗯，他就跟着大家一起学。出发菩提心的人也是这样的啊、哦，你也是跟家里的人呐、或这个世间的人在一起打混了，你的菩提心早都不知道忘到哪里去了啊，你很难的。出发心的人啊，一定要远离这个恶友啊，远离这个没有菩提心的人，远离这个小乘的人，不管他是什么人，嗯。特别是亲人更要远离啊，因为亲人都是增长你的情执的人。你看，你跟他们在一块混，你哪来的菩提心呢？啊，情执不增长就不错了啊，因为跟他们在一块啊，他们都是凡夫的心，那、他也是对你有情执的，是吧？把你当孩子，是吧？你就40岁、50岁了，老妈还是把你当孩子啊。在他的眼里，你永远是孩子，你永远都不是菩萨，你怎么度他？啊，所以说，心境、善知识和善道友是太重要啊，同行菩萨啊，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有助于菩提心的升起和巩固。阅如是开示之经论，于彼之音，极具资粮啊，尽除业障。此外呢，我们还要经常的。读诵有关菩提心的教法的经论啊，读诵就是串习啊，佛陀的，因为佛陀的讲的法嘛，那个加持力大是吧？还论啊，包括祖师大德的这个论，他们也是从佛经里面摘下来的那种精华啊，所以有关菩提心的教法的经论，增长对菩提心功德的认识，以及对菩提心教法的信心，由此强化菩提种子在内心的力量。如华严经里面出发心的功德品中，弥勒菩萨就为了善财童子讲了有关菩提心的赞歌。我每次读诵后都会觉得深受鼓舞啊！我们也还要根据这些经论的开示，积聚菩提心的升起之因啊，积聚这些资粮，因为菩提心升起的没有资粮的，没有因很难升起来。同时尽除业障。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八法的业习了，都是业障啊，这都是修习菩提心教法的前行，能够为进入正式修行营造良好的心灵环境啊，这个环境不是外在的物质环境，是心灵的环境啊，因为你要净除业障啊，业障深重是吧？那个情执深重，我执深重啊，这种世间八法的习气特别重，那这都是业障。咱们要人天这个善法的习气特别重，这也是业障啊！啊，他就喜欢行善积德，你叫他修菩提心，他不修的啊，这也是业障啊！他对修菩提心没兴趣，他对做善事有兴趣啊，没日没夜的都可以做，嗯，他就喜欢把坏苦带给众生啊，他认为这个坏苦是好的。啊，其实证明他自己就喜欢坏苦，他就愿意把坏苦给别人，是吧？嗯，当我们知道坏苦，我们不要的东西，那肯定不愿意给众生了。啊，你不要坏苦，那你就不会把坏苦带给众生。啊，自若亦如是修心，决定投播如是完全的种子，事业虽小，理应欢喜。如果我们能够像前面所说的那样，亲近善知识，读诵经论，积累资粮，清除业障，再以其因果或自他相换，调整心性，必定在内心播下圆满的菩提种子。这是我们人生中的头等大事，应当为自己感到欢喜。啊，他就说事业虽小，这个是一个重点哈。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啊，就会觉得熏这个菩提心的种子啊，这个种子是很小的一个事情啊，看上去很小，但是它会成就佛果的。但有些人事业做得很广大，哦，利益到的众生很多，但是呢，都是给他们带来了坏苦，啊，他为人民谋幸福啊，谋的什么幸福呢？是啊，他为全世界的人谋幸福啊，谋的是这个坏苦啊。事业是很广大，是吧？看上去好像啊，如日中天呢，嗯，看上去很宏大，但是呢，轮回业障，对吧？我们坐在这里好像做的是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呢，你成就的是圆满的菩提种子啊。我们培养的是圆满的菩提的种子啊，我们是用最高最精密的仪器来培养这种世界上最完美的种子啊。你种西瓜有什么用呢？是吧？西瓜吃了是高兴，但是有什么用呢？是吧？当然可能你渴了吃西瓜是有用啊，就这个不一样的啊，这个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个才是头等大事啊！但大家不要觉得哦，这个是很小的事情，这种子种了有什么用呢？好像众生也没受益啊，那不是的。哎，这个种子种下来，到时候所有的众生都会因为你这个种子而成就圆满的佛果呀！哎，我们种的是金菩提啊，啊，其他的都不行啊，其他的种子都不是金菩提的种子。所以我们要种就种最好的种子，啊，最圆满的种子，是不是啊？啊，我们要做要干就干最圆满的，其他的那个种子呢就不种，啊。虽然现在的这个种子不好种，不好培育出来，但是一定要先培育出来，培育出来，然后再开始慢慢培植，是吧？这才是干大事的，这有智慧的人啊。世间人他没这个智慧啊，他就抓到一个种子，他就会种了就是好啊。那要种这个世间的种子啊，他觉得种水稻啊，全天下人都有饭吃了，那你看他觉得他很了不起啊。那有什么了不起呢？啊，你可能解决了他们的饥饿，但是呢，不能解决他们的根本问题。所以这个啊，培育这个圆满的菩提种子是我们人生中的头等大事。啊，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啊。阿底峡尊者云：“大乘法门欲去入啊，能除黑暗，灭热闹啊。犹如日月，菩提心，精竭历历，生亦可呀。”正如这个阿底峡尊者所说的那样，菩提心是契入大乘法门的关键，能够灭除我们内心的黑暗与热闹，就像日月之光那样，消除世间的一切黑暗。正因为菩提心是如此的殊胜，即使我们用长达一劫乃至多生累劫的时间去努力，也是完全值得的。啊，就这个种子非常不好培养，要培养真正的菩提种子呢，啊，要合格的菩提种子哈，那是哪怕就是一大劫的时间，是多生累劫的时间去努力都值得。啊，我们要培育就培养最好的种子，最无上的啊，无上的这种。圆满的种子，其他的种子不要种，种了没有用，种了都是啊，不能成就佛果的种子，你种它干嘛？啊，要不世间的种子是吧？要不是小乘的种子，那个都不行。小乘的阿罗汉的种子，你种一个是吧？到成了阿罗汉，你麻烦了。嗯，所以说我们要种就种无上菩提的种子。这个不管我们多差多久，需要多长的时间来培育这个种子，都值得啊！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这个哈重要性。这一段呢，主要是为我们讲述了自他相换的修行重点，主要是断除我执和修习慈悲，这是修习菩提心的质量啊！这两个福德质量和智慧质量啊，断除我执是智慧质量。修习慈悲呢是福德质量，这个是菩提心的两种质量。此外呢，读诵相关的经论，一直善知识，积资进账呢，也是发心必不可少的前行啊，就是要串习了，读诵经论啊，也是串习这个慈悲心啊。这样读诵经论应该说是七经三宝的加持，有经论嘛，这是佛法僧三宝的加持啊，预知善知识啊，直接得到善知识的这种加持。第四，此心发生之量。此心发生之量者呢，建议就是解释了啊，关于知他相换修行要进行到什么程度，前面已经的解说圆满，我们应当对此有清楚的认识。这个量呢，一方面在于将自作他，将他作自的深度，深度啊，这个深度是不容易的啊，知他怎么样的转换呢？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深度？能否毫无保留地和众生进行相换？所谓的毫无保留就是无条件的啊，完全的。那我们修的时候经常会还是有条件的啊，我们是心里面换，什么条件下我可以跟他相换，是吧？并且相换的时候是不是完全的相换，还是部分的相换？这都是深度和广度的问题啊，一个是深度，就是能够毫无保留，一方面在广度上能否和一切众生相换，这是广度，而不是说有所选择有所排斥，就是有些众生愿意跟他相换，有些众生就不相换了啊，不喜欢的众生就不跟他相换，是吧？有些众生愿意跟他相换，这个都不行啊，就是和一切众生，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相换，有所选择有所排斥，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平等啊，不平等那就是不是菩提心了啊，菩提心一定是不舍一个众生的啊，是这样，是平等的啊，这个呢就讲完了当然引发我们的菩提心的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事件啊，有些人修不起来是因为可能是出离心还没修好，出离心没修好的人他不可能修菩提心的啊，他老是看到什么都执着常有的，观修无常没观修好，死无常啊，是吧？轮回的过患没观修好啊，特别是三苦没观修好啊，要培养这个菩提的种子必须先培养出出离的种子啊，这个必须要先，也就是先决条件。所以呢，很多人嘴巴想发菩提心，实际上都是假的啊。并且他想修也修不出来，老觉得这个菩提心这么难修，其实就是基础没打好。如果按部就班的修呢，没个个都能修出来啊。不按次第修的人，你肯定修不出来。